是叶叶。Hello， 各位早上好，中午好，晚上好，我是叶叶。今天这个视频是要测评一个国货的底妆，是我之前测过的一个牌子，他家的另一个产品的完美日记的气垫。那可能大家就气垫嘛看多了，就这个东西它有什么不一样呢？看到了吧？这个呢，它是一个遮瑕和气垫二合一的一个产品，看起来还挺方便的东西。它到底是真的方便呢，还是只是做的好看，其实很鸡肋呢？所以感兴趣的话就接着往下看吧。在视频开始之前，记得给我一条龙，就收藏、评论、弹幕、硬币还有推荐，谢谢你们，真的。有硬币的话收藏也可以，就你们这几个啊，就那几个人，平时天天一发视频就抢楼，一发视频就抢楼，我都记住你们了。记住你们了，眼皮都还是肿的。洗完脸，差点忘了我要做底妆测评。现在从护肤开始，是丽普斯泰的。咋说呢？我觉得效果还行吧，就普通的保湿还是可以的。我平时经常偷懒，就护肤只涂一个这个乳液，会觉得干。是植物配方，温和少刺激，敏感肌肤也可以用的。所以看起来很厉害的，比如积雪草可以促进皮肤胶原蛋白再生，增强记忆层活力。积雪草我祛痘药那个药膏里边也有。好，金黄洋甘菊具有舒缓和收敛肌肤的作用。现在就脸，因为脸上的问题在吃药嘛，天天吃三次药，比吃饭都准时。甘草精华拥有良好的亲肤性，提高肌肤吸收力，安抚受损肌。它是分层的，得可劲摇，可劲摇，可劲摇。而且就刚摇起来，你看它分层就很快，接着又要分回去了。这两天才收到嘛，啊，怎么说，味道超好闻。很多什么提取物，什么人参根提取物、莲花提取物、桉树皮提取物、百合提取物、高山火绒草提取物、鱼腥草提取物、小苍兰提取物、卡布姆雏菊花提取物。单纯就碰一个赚钱。开看，它是这种有遮瑕二合一的，我觉得还挺方便的这个设计。镜上它有一个膜嘛，就不太好拆。后来我发现，只要找到它这个镜的边缘，然后用指甲一抠，就抠开了。涂一下遮瑕膏，就可以能看出来吗？你这个效果，遮住一点点。这个遮瑕膏的颜色，我感觉稍微粉底要稍微黄一点，遮瑕力还是挺不错的。用底下气垫，上拿粉扑。现在的效果我还调得特别暗，看起来怎么样？遮瑕还可以吧？现在叠加一下，叠加里边的效果，凑近一点看，遮瑕力度真的还可以，不错。大脸也涂上，啊，两边脸都涂完了。看起来感觉遮瑕得有八成吧，观察一下它整个妆感，有点奶油肌的感觉，没有很油润。看到了吧，它这个遮瑕是真的牛皮。我按一下来看一下现在这个感觉。哦，现在就豆印儿。差不多这个效果。下午1:30，我化完妆再说。现在的时间是下午的4:55，不到5点。调了一下，现在在相机里看和我在镜子里看差不多，就痘印啦什么东西的。
It's the dream. Oh.12:30，我上妆到现在已经11个小时，其实暗了很多，调成果片色调，现在应该能看出来这一圈的位置，它浮粉，对，这是浮粉比较严重，这里好像还压出一道印子，不知道咋搞上的，对，就是这种，就很浮，就不贴肤了。我在今天下午9点左右的时候就照过一次镜子。9点左右的时候，就鼻翼周围有一点点的出油，就一点点，然后就那个妆底妆就浮起来了，就一压它就特别容易移味儿。然后我就用粉饼随便压了压，就压了这下鼻翼周围，别的地方没有动。总的来说，这多长时间？11个小时。我几点开始化妆来着？下午1点，好像是下午1点，反正应该。11个小时应该是有了，我觉得这个效果还挺不错的。虽然说啊，我的脸很烂，痘痘很多，但是护肤我又好做。上妆的时候斑驳、浮粉，然后起皮一类的现象，我在我的脸上刚上妆它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，就大概持妆比较久才会出现一点小问题。对，就是这样。那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。对了，还有一个福利。视频发出后的1个星期，点赞、收藏、硬币、弹幕的总数加起来超过500的话，就从评论里抽一位朋友送出这个同款完美日记的气垫。哦，忘了说，我这个是亮肤色，它这个色号特别白的柿子，特别白的柿子，特别白的妹子应该不适合，因为我现在已经晒黑了，应该大概是黄200了吧，大概。然后用这个就也还好，然后要是弹幕超过100条的话，就从弹幕里也抽一位朋友送这个，要求都是关注我加上有收藏或者有投币。